文化风情在新的一年会倾尽心思和精力，立志要将文化艺术的芳香传遍香港以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筹备多月，我们以诚意打动岭南画派奇叔杨善心，深入地分享他八十年来从不间断的绘画生涯。所以老师，看你的人物画或者是山水画，你的线条呢运用得非常好，轻重啊，同埋浓墨重彩咧，处理得非常好。写画咧系最重要嘅，系线条。嗯哼，如果啲线条做得好咧，写乜都得；如果啲线条唔稳咧，功夫做得唔够咧，写乜都唔得。最紧要啲线条。做画嘅仲趣味嗰啲咁啊，完全喺用笔线条嗰度嚟嘅嘛。而在艺术同道的穿针引线下，我们有幸在杭州采访到赫赫有名的画坛大师程十发。那么强调作画的时候从大处入手，先取势，慢慢再考虑到刻画，而且画面处处要显得放松。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种平衡和放松？就是你练习的时候呢，你要观察要自然，要仔细，但是你要重复表现它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这个了，你可以随便一点，把那些印象画出来就可以。所以你经常会事先打一些草稿，完了自己反复研究，最后落笔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复稿了。这样就有时候是没意识的，到反而在涂，到它涂得蛮好。也是有意识的，希望他画得特别好一些，但越画越坏。杭州之行除了采访了著名画家程十发之外，也都专访了擅长绘画江南水乡和江南丽人的中国一级美术大师潘洪海。满世界都是这种江南风情画，只不过这是潘老师的画，那是陈逸飞的画，这是另外一个油画家，其实风格就会出现一种雷同的情况。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持住自己的个人风格？实际上这个问题肯定会碰到的。一个人在艺术上面爬一个山坡，有的人只能爬，比如说是200公尺，有的人能爬到500公尺。我潘洪海如果说是爬到550公尺，比所有的人都能够高出50公，哪怕一点点，我想我要付出很多很多代价。对，那么这就是我所谓对艺术虔诚的地方，我想我应该站在这个高度。另外，我们又去到上海专访了集书画篆刻艺术于一身的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恒，他会同大家畅谈他的艺术观。在艺术上纵容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纵容之路。你像马路不是有一条中线吗？你看哪有车子开在正中的，哪有人走在正中的，都是靠两边的，所以真正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所以我在绘画，在篆刻创作方面，在书法创作方面，我也是这样。你像我刻印，我那种鸟虫一路的印，我可以讲刻得比头发丝还细。是，但是我有种粗犷的那路印，所以他们讲一味霸气，是吧？因为什么？跟人打交道绝对不能有霸气，但是我跟艺术打交道的时候，可以，我是充满霸气。这个时候我讲，我是主宰。同时，我哋又日夜兼程去到苏州，专访咗享誉中国嘅水墨画大师徐元绍。佢非常诚恳咁分享咗佢自己对中国笔墨嘅理解同情意。你很注重就是水和墨的渲染，注重笔墨的结构。这方面你有很多自己的独到见解。那个平时，现在国内好多人就是，对我的就是用墨用水，就是能够比较看重。现在很可惜的，好多人不只从这个笔墨，笔墨实际上是中国画的根本，是中国画的灵魂。你没有笔墨，不难看。走访完上海、杭州同埋苏州之后，我哋又马不停蹄
摄制队移师台湾，专访咗岭南画派第三代嘅表表姐欧豪莲，分享佢点样喺台湾将岭南画派发扬光大同开枝散叶嘅动人故事。岭南画派的口号就是要不论是古今中外优点，我们都要吸取。可是老师，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所以我们要勉励，要复勉，也要跟所有在今天有志艺术的同志啊，我们的同道要大家相互勉励。事实上，我们中国画家大家都举手在一起，为了这个中国文化艺术啊，在世界将来啊能有这个不单是更重要的就是，而我们能领到这个世界的话，做那个最尽最大的努力，即使我们现在是播种或者插秧都没有关系。紧接落嚟，我哋会同台湾著名雕塑家杨凤森分享佢点样吸收父亲一代雕塑大师杨英峰嘅艺术养料而自成一格。艺术家的，你看老师，你们父子俩都有很多龙的造型，但是你们自己的龙，觉得跟父亲相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自然，我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可是他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龙生活化，所以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情境来想这个龙的造型，就尽可能生活化，而不要做像庙宇里或龙柱上那种比较死板的龙的造型。而且他可以不断的去重新创作、创作、创作，所以他可以不断的改进、改进、改进。在忙碌的采访行程中，我们又有幸专访到享誉国际、游合中西技法的台湾书画大师李奇茂，欣赏他精湛的笔墨运用和怎样创立高超意境而自成一派。我绘画的东西有四个阶段，就是一形画形，那个是我一形的画形，就是第四个阶段往上走了，往上走，上面就是一形画形，变了一形画形了，那就是要一种神韵，一种神似了。那到第三个阶段是一心化意，像戚薇诗啊、吴昌硕啊，到了这个阶段，然后最后爬到最后就是一心化心，以心化心，像八大山人、像石涛他们一心化心。另外，我哋又邀请到张大千嘅关门弟子孙家勤，带大家去到张大千嘅台湾故居摩耶精舍，透过当中嘅一时一物，去追忆一代宗师嘅音容笑貌。那么当年你在学习他画法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无意识的，就是想模仿老师，以后要有意识的，要抛掉老师的风格。那跟你自己终身以他为师的，会不会这种原则产生一种矛盾呢？啊，你问得好极了，啊，我本来也是有点诚心这么样子去做，后来才悟出来，根本不必为这个事情来操心。如果我越想离开他，我心中越有他，啊，反而是我自然地按我自己个性发展，反而可以离开他，啊，因为我认为我比较了解老师。就是说我跟老师学不是在技巧跟这个技能上头去做手，我们是在思想方面，我得到了太多的启示。而台湾国父纪念馆副馆长曾一士更加罕有地将他20年来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珍贵无比的舍利子第一次在银幕面前公开出来，等观众可以一饱眼福。馆长，今天特别有缘分，非常感谢你。你看，你把你珍藏的释迦牟尼祖的五颗舍利子，让我们大家第一次可以见到，也让我第一次见到佛祖的舍利子，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大家有缘共同分享，这佛缘嘛，就是能够像当年我自己得到的时候也是一样，马上许多的教授共同分享，然后得到加持，也希望大家都得到共同的得到加持。善于运用色彩去描绘山水的台湾国画大师苏峰南，多年来他透过敏锐的艺术触觉和熟练的表达技巧，在山水画的创作中不断创新突破。那我想在大自然中嘛，这个色彩本来就是很丰富，那么色彩只要能够好好的运用啊，经过一个消化的话，应该
它可以能够使画面呢啊相得益彰啊，我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不管是山水画绘呢，我在彩色这一方面呢，也可以说大概比起其他的画家呢哈，还来得重视。文化风情致力在浩瀚无涯的文化艺术领域中寻找出具有精湛艺术和高尚情操的艺术家，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充满艺术养分的精神家园，共同分享艺术带给人间的真善美。下星期王明清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见证西泠印社百年华诞的文化盛事，另外又会同大家分享中国历代印鉴的特色和精品。精彩文化资讯尽在文化风情。